Hello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中国博雅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来玩的这个游戏呢，叫做 The Open House 啊，它是一个看起来一点都不恐怖的恐怖游戏。OK，主界面就是有一个人友好的向你握手啊，他跟你说他是这个地方的房产中介，Hello there. 非常高兴认识你。他说非常感谢你啊，成为我们首批的测试用户。他的意思呢，就是说现在买房子、卖房子都非常方便了啊，数字化的处理啊，已经21世纪了。你现在可以去通过这个 3D VR 的方式去参观这个房子是什么样子的啊，无论对于买家还是卖家都非常的方便啊。买家可以足不出户，卖家的话呢也没有必要每天要接收那么多的新买家过来看，会很烦，是吧？线上就可以搞定了。他说接下来呢就带我去看一下啊，你可能会感兴趣的一些新房产，这个东西做的还有模有样的，感觉我真的要买房子了。我有那么多钱吗？啊，我又不是雷克斯。我们现在在走廊是吧？这个游戏到现在为止看不出来有多吓人，还是双层楼的。我觉得我买不起这个房子。我们可以提前走了不？我要退出哦，我不用走是吧？这是线上看房。哎，线上看房就没有这种尴尬的处境，对不对？无论多大的房子，我都看得起，买不买得起？无所谓，但是如果说是线下的话，你可能会担心很多啊，就看这个房子，哇，好大，但是我觉得我买不起，还是赶紧溜吧。哎，但是线上不一样了，线上人家根本不知道我有多少钱，对不对？我们来左边看一下啊，这是这个客厅，对不对？这个客厅加这个餐厅是连在一起的呀，而且没有多大嘛。啊，我是一个对生活质量非常高的人，知道吗？这个空间可能满足不了我啊。不过厨房倒是还挺大的，还有一个小院子啊，这个我还是挺喜欢的。旁边是什么呀？这个地方？哎，这个欧美人的设计我就是很搞不懂。你的车库、仓库，它是跟这个厨房连在一起的，对吧？而且空间还那么的大，不是，这是什么？这有个锯子，上面还有血印，不是，你们拍这个 3D 的时候没有去检查一下吗？这是什么呀？哎呦，血印消失了，呵呵呵，我这是线上体验，吓不到我，我真人还是坐在家里面的，好吧，我要这样想，OK，我可能是这个软件出了一些什么问题啊，我看一下，这个哦，你可以去询问这个房间的细节，哎，我们还可以看一下这个房子卖多少钱，这个房子卖个十百千万十万38万美金，样子倒是还挺好看的，可惜我买不起啊。没关系，线上看房嘛，啊，买不起，我还看看不行了吗？看一下这个厕所啊，一楼的厕所怎么那么小啊？What the fuck？怎么又有血迹啊？这血迹从哪来的？这个经纪人你能解释一下吗？这个是。客用厕所不是你不解释一下这个血迹吗？我都看到了，不是你们有听到关门的声音吗？Blood，这里还有解释呢，Blood 又没了，呵呵，有点恐怖的，讲道理，而且配这个 BGM 很诡异，不是，我们刚刚的这个门它是开着的还是关着的？我没记忆了，我不记得了，我可以出去吗？我不能出去，我们一楼好像参观完了。我们上楼看一下，这个房子以前是不是闹过鬼呀？还出过什么事儿啊？出过事儿的话打个折好不好？还有血迹呢，你们都没擦干净啊！我去网上查一下，这是没准是个凶宅。不是，你看这个地面上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什么？这是头发吗？还是这是神经啊？把人的神经给抽出来了。哦，这是 hair，头发上面带血，我真第一次见。好吧，我不知道你们刚刚有没有听到，就是又有一个音效。还挺吓人的，看一下主卧的厕所，空间还是挺大的。这里没有血迹了，别吓我了，好吧？这是什么呀？储藏室吗？啊，这是办公室，这办公室也太小了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？我看到了，这个白板上面又出现了 "Don't look at it"，不要看什么。然后这下面框了3个血迹。哦，我们刚好点了3个血迹。我们再点一个血迹会触发什么吗？我们出去看一下，再往前走走。不是，你看这个墙壁这里，我不敢点了。这个是血迹吗？还是抓痕呐？
这是什么？这是洗衣房。OK， 不是。哎，朋友，捉迷藏的，我看到你了。我看到你了，哎，这个游戏最可怕的一点是什么？这是一个鼠标点的游戏，我不能走，你知道吗？我左边移一下，你不会出来吧，兄弟？很恐怖。我再来这边这个厕所看一下，这个家的厕所也太多了，没必要的，三个厕所了，楼下一个客人的厕所，楼上一个主卧的，还有一个次卧的厕所，没必要，这空间留出来做一个衣帽间多好啊！好了，参观的差不多了，好不好？最后这是最后一个这个血迹，我不知道点了会发生什么，好吧？我们不是搞 ASMR， 在我耳边呼吸 ，BGM 停了。Hello， what the？ 出现了一个头，你们刚看到了吗？刚刚。他还在这个柜子里，不是我过来看到这个人影，我就不想玩了，你知道吗？哦呦，这个经理弹出来了，你要干嘛呀？这个经理的脸没有了，你要是说个话呀？他也不说话，他就从我面前默默的这样飘。这个软件出问题了是吧？在逗我吗？这就是一个凶宅，这个房子以前肯定出过事情，好吧，我已经看到之前的录像了，你们还没有打扫干净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房子你不给我打一个3.5折啊，就很过分，都这个样子了，便宜一点好不好？要不然不会有人买的，黑不拉几的，灯也打不开，我要在这里面逛，我逛个锤子的啊！我不想逛了。我，这个人是凶手是吧？他行凶了之后还藏在这个房子里面的，中介是怎么进去拍这个视频的？啊，我想问一下，有点恐怖的，不是这旁边的这是什么呀？这个是他收藏的模型吗？下面两句是，哇，他动了，他动了，我。我现在进到了一个什么 debug 模式，它让我重新扫描二楼，重新去二楼看一下，这个房子闹鬼，还买呢？不买了，一折我都不买了，我跟你们说。扫描完成一，黑漆漆的，连个灯都看不见，你告诉我扫描完成了，扫描个锤子，应该就是把楼上的这四个黑漆麻漆的房间扫描一遍就可以了。我们现在就是像那个房产中介控制这个摄像头一样的，对吧？要不然他没有办法给我们展示这个房间的这个全貌。你应该报警呀，你还在这个地方扫描房间，你怕房子卖不出去是不是？四个东西都扫描完成了，怎么说呢？现在让我扫描一下主卧。 OK， 哎，这个卧室跟刚刚不一样了。 Welcome home， 欢迎回家，回个头啊回。我感觉我在走迷宫一样的，干啥呀 PT 啊。窗子还碎啦，我都没看到哪里有窗子，我出不去了。朋友们，开始无尽的循环了，发现了吧，摄像机越来越抖了。哇哦，我不看房子了，我不买了，我也没这个钱，我就是一个穷光蛋，我承认了。我上这个网站就是想装个逼，我跟我朋友说我要买房子，对不起，我不装这个逼了，好不好？丫儿哦，要干嘛嘛？哎，我倒着走呢，对吧 ？Hello， 果然是倒着走，这个房产中介又出现了。你这个人有问题，我告诉你，还是说这个中介是他消失了，我害怕了，朋友们。啊，你去啊？我现在出去了吗？
我也不知道呀，我孩子这干嘛呢？哎，我不用那么担心的。这个上面突然出现了一个时间了，我可以在家报警。按照这个游戏的故事背景，我没有在这个房间里，你知道吗？我只是用了网络的上面的系统来参观这个房子是什么样子的。这个房子太恐怖了，出现了无限的走廊。哎，这个时间怎么又倒回去了？有点晕了，把我搞懵了。你听到了吗？刚刚后面感觉突然有一个人在追我一样的，我一回头，那个声音又没有了，又消失了。这个倒计时结束会怎么样啊？这个时间是这样的，我往这边走，这个时间就是负的；我往那边走，时间就是正的。呀，这个系统是个假的吧？按 Tab 键可以更换摄像头。我现在又是在什么地方呀？这个墙上的是面条吧？这个墙上的是方便面吧？啊？我还以为是什么吓人的图片，我仔细一看，我才发现是方便面。别搞我啊！我是来看房子的，怎么越陷越深了？又变成鼠标了，不让我动了。Make offer，我要买它吗？我买个啥子呀？我要买吗？Make offer，就是成交。会发生什么呢？没了，呀，掉下去了。我还很期待这个结尾，我以为就是一个普通的房地产网站，然后上面有一些什么。你需要发现的小秘密，然后来揭示啊，他们这个是一个阴暗的房地产之类的。它这个地方显示的意思就是说，OK，合同已经成交了，马上我们就会给你打一个电话。然后现在我左耳边听到这个电话的震动声了，还挺逼真的，挺逼真的，好吧。这个游戏给我的感觉呢，它是这个样子的，给你们复盘一下啊。说是一个房地产交易网站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在网上浏览这个房间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一些细节，你收集了足够多的细节，它就会给你解锁一个所谓的侦探系统。这个侦探系统呢，就是我们刚刚看到那种比较吓人的东西了，对不对？如果说你有足够的胆量，继续去探索剩下的部分的话呢，哎，他就会给你一个成就，就是像这个样子的，make an offer，成功了之后呢，他会给你打电话，然后你接起来之后呢，实际上不是告诉你房子成交成功了，而是告诉你恭喜你，你被我们录取了啊，我们这个地方是某某超级大侦探的秘密基地，正在网上秘密招募这种有勇气、有胆识、具有破案能力的小能手。啊，你有意愿的话呢，请到某个地址来集合，没准他们就是像这个样子招募下一个福尔摩斯啊！这是我随便想的，可能不是这个样子的。好吧，我们今天这期视频的话呢，也就先到这里啊。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，记得可以一键三连或关注一下我的频道都是可以的。好吧，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喽，拜拜。